我看看他也会不圈。那治好了是吧？98%。嗯，可以治。98%。嗯，这东西没有100%弄绝对的东西。怎么治？脱甲。不用用。脱甲的话，像弄鱼啊。对。脱完甲。你不，你像你这个指甲上，这整个就是烂的了已经。你不脱掉。疼不疼？现在都。不怎么疼。你就拿出时间来就行了。感觉疼痛明显一些的。拿出点时间来就行，治回这点再拿出时间来治。得多长时间？你像你这个种子不得小半年啊？小半年。最少得小半年，也不用经常过来，偶尔来一趟。没有人呐，哪有天天来？是吗？这是用力推，不用力推都推不下来。嗯。然后我就自己用复印，然后订本，没有这复印。嗯，这个好弄，买现成的方便。对，这复印我弄也是订一本，然后我就是也挺深哈。都在给我说，你看那个头，外面看不出来。它上面还不是很疼。这有没有感觉？嗯。这你动不动的地方？这不疼了吗？都要动了哈。嗯。